塞，这是什么 GoPro 便当盒？是什么 GoPro 便当盒？这看起来就是 GoPro 便当盒，这是什么神奇的纸包装？OK， 所以盒子里面就有很多，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些说明跟 ，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些说明指南跟说明书 ，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些指南跟一些纸本的说明书，上面还有一些 GoPro 的贴纸。盒子里面有一个 Type A 到 Type C 的传输线，然后有一部，然后有一组，然后有一组。然后有一组 GoPro 的快拆底座，然后有一颗 GoPro 的白色，然后有一组 GoPro 白色的新版电池。接着就是我们的 Go。接着就是我们的 GoPro 本体啦，接着就是我们的 GoPro 本体啦。哇！OK 啦，这就是我们的 GoPro 12啦。OK， 这是我们的 GoPro 12快速开箱。OK， 这就是我们的 GoPro 12快速开箱。OK， 这就是我们的 GoPro 12快速开箱啦。那我们就快速开机来看看。OK， OK， 那我们就来。OK， 这是我们的快速。OK， 这是我们的 GoPro 12快速开箱。那我们就直接来开机中。OK， 做我们的 GoPro 12快速开箱，那我们就直接装了电池来开机看看到底怎么样嘞。
GoPro 会平安。OK，这是我们的 GoPro 12。OK，那这是我们的 GoPro 12快速开箱啦，那我们就直接开机来玩玩看吧。